真的好 chill. Four is real chill. Four 真的好 chill. It's very chill. It is very chill. It's pretty chill. 啥是 chill?香港人嚟深圳玩，唔好净系识得去卢福田啦。今日咧就带大家嚟到南山区嘅蛇口，话俾大家听乜嘢系超啦。2023年七月最尾一个星期日晏昼之前嗰一分钟，我嗌咗一杯咖啡，因为呢一杯咖啡我会记得呢一分钟。呢一度有数之不尽嘅咖啡店，坐喺度饮住杯咖啡，睇住人来人往，感受新旧文明嘅遥远相会。如果有多一张飞，你会唔会同我一起睇展？我系一座可以观海嘅博物馆嚟嘅，展馆嘅每一层都系可以望到海，面朝蛇口海湾，周边咧系围绕住城市景观嘅。感受深圳的现代文明和山海绵城的生态文明，想要浪漫拍拖的话就要来这里了。咦，是什么来的？为什么我会流眼泪的？因为我们在蛇口老街。哦，原来蛇口老街的东西吃太好吃了。在这里我解锁了人生第一嚿牛排。蛇口老街是深圳独特的美食聚集地，蛇口最正的餐厅有一半都是开在这条街上面的。深圳鱼肠肉粽，麻烦我。是的。长可以，这是不是西多士啊？哦 ，Hello， 你好，你好。其实蛇口这边真的很多好嘢食的，譬如隔离那边有一间食糖水好出名的，你有冇试过？冇食过。几种味？系冇糖嘅。哇！晏昼好咁多人。椰汁鱼七糯米，食鱼系用蒸炉。呢一度仲有成30多年历史嘅蛇口市场，下个月休渔期结束之后就可以嚟呢一度买最新鲜嘅海鲜啦。有咩好介绍啊？最好就呢个海鲜啦。做人咧最紧要系开心。充满异域风情嘅咖啡占卜真系好得意，但我始终相信命运咧系掌握喺自己手上面嘅。耐心品味生活，一切美好的事情都会发生。大海倾听住人的喜怒哀乐，经过海浪的洗礼，心情都会变得很可爱的。在这里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打卡，因为一样的晚霞，你不会再遇见第二次。深圳不单止是有速度，还有夏日的浪漫邂逅，舌尖上的异国风情，海浪中的微妙乐曲，在这座忙碌的快节奏城市享受一场自chill之旅啦。这个真的好chill。